我身材比较好，所以之前有在台湾兼职模特。但是这个行业没有办法，就是只靠身材，就是脸蛋也蛮重要的。那我之前的脸的轮廓比较发达一点，就是颧骨很粗，然后下颚角也特别的突出，所以面对镜头的话，我就是越来越没有自信。那我也不希望说一直活在修图的世界，我想要我的脸可以变得比较小，然后又柔和，所以下定决心要进行整形这样子。大家都知道韩国整形非常的发达，然后我在台湾的时候就知道其实很多韩国的一些医院，那我觉得削骨其实是一个大手术，所以没有办法就是随便的下决定。那我也商谈了很多的整形医院，比较之下就选择了新地瑞纳。因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热情跟专业，那医院院长也特别详细的为我讲解手术的方案，让我觉得很放心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可以在医院享受就是如此贵宾级的待遇。那韩国对我来说其实算是一个蛮陌生的国度，一个人来到这边其实会多少有点害怕。那新地瑞纳为了照顾我们这些海外来的患者，他不但会提供接机的服务，那回去的时候也会送我们回去，所以我觉得很贴心。那到了医院啊，也会有中文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的接待我，全程都陪在我身边，让我可以非常安心的接受手术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的术后管理也超贴心的。手术后最担心的就是如何消肿，那新地瑞纳为了帮助我们消肿，在韩国期间也为我提供了消肿管理。最重要的一点呢，是我回台湾以后，他们也会很常关心我、联系我，有问题问他们，他们也都非常耐心的为我解答。可以说新地瑞纳真的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医院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到这么好的医院做手术，所以我非常的推荐新地瑞纳。